已经根本就是在杀人了，没有的。哎、欸，你们确定这样子可以的吗？哎、欸，我吃到不该吃的了，混蛋！我吃错了。哎呦，哎、欸，爆炸了！不行不行，这时候一种方法，我的驾驶这样开，所以我现在可以乱点。哇塞哇塞哇塞嘞哇塞嘞！哇塞哇塞哇塞 你又被杀了！厉害！肥皂哥杀你！越来越凶了，越来越凶了！碾死他！我这边轰烂呢！太撞不爆炸！我还是丢哎，那丢不完呢。 太夸张了！没有这样子的啦，突然出生是怎样？一定要煮到边。哎，居然躲过我，又躲过我。二十圈是怎样啊？煮到边就对了。我刚才车卡住上，不知道干嘛。为什么有从下面滑过去？太夸张了吧！太危险！哇塞，我四颗轮子剩两颗啊！没有，你们不要这样子。 自己都坏掉了，四颗轮子剩两颗。哦呦，哎，这样也死，太夸张了啦！别啊！QK， 你到底有没有在帮忙爬那个踩那东西啊？杀人啊！QK 是杀人啊！Basic，哦，有啊，刚刚就是 QK， 魔锥盾，太可贵。哦，有一个，哦，打靶。来，驾驶，驾驶，剩下扣。哎呦，为什么马上？肥皂哥，哎，肥皂哥太过分了。 快啦！我名次落后了啦！可以，你就上吧，我来干扰。哎，肥皂哥嘞？可恶！哎，他在哪里呀、啊？我是干扰哥。啊，不行！哦，我的战友又复活了，太好了，快跑！肥皂哥真太凶了。QK， 好，你加酒。专<笑>打你，专爆头。 挡他路，这是四脚车，被人打得像那个什么奥多巴一样。哦，对，这是伙伴。哇、哦，这个家伙也想乱的，撞死他！哎，怎么又搞错？还有战车猎杀队的。天神，挡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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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又死了。就沿途丢巴拉，你们就游泳就靠近我。QK， 哎，QK人呐！啊，谁？哎呦，QK啊！杀错人了吗？ 没有啦！你走开啦！滚啊！挡住你就对了，请你们吃子弹，不用钱的。来，哇吼！没事，笑，你走，你走 ，QK 笑，把你打成好东西。哎，同学，别在路上开枪好吗？啊！ 这加速一加速就马上就盲体挡了，中吗？中吗？好险好险！开太大，又死又死，<笑>有点爆鸣啊！我来，这二十圈太恐怖了啦！还拿火箭炮被轰，那肥皂哥射的太准了吧？肥皂哥一直轰我啊！要吃药？谁想通过我？请前头扣我的考验。 考验，没事，没事，不投，不会驾驶，懂不懂？老皮，为什么是我被卡走？因为我技术啊，开玩笑。<笑>各种凶猛啊！凶，你死吧你！哈哈哈哈哈！太好笑了！哎、欸，有人在射。我在杀人啊！没事，最好是哦，最好是哎。欸 我都开加速了，你还打得到？全部都在射。没事，看到那个 B开头的，你要给他死。杀得好！哎，最好是啊，哎，各种爆炸。哇，堵在这里。我沿途一直丢靶啦，超爽啊！<笑>我有看到靶在那边飞。走走走走，我就丢一颗丢到窗外，有没有？然后有人过去就爆炸，哦，真的很爽。有点爆鸣啊！ 哇，还有人逆向是怎样？不同。QA 快点靠你了啦！我们现在第八名了啦。我正在打啊！哎哎、欸欸，中了中了中了！哎、欸，为什么会死啊？为什么会死？你活该、啊！太扯了啦！
给我来，那是我。啊！我后面有人，后面有人射，一堆射，我的妈！我吓坏了。你才刚出来，前面的人就爆。太夸张！你知道我哥一直在偷偷打人呐、啊。你们 QK 不是一直在偷偷打人吗？别。战术好不好？战术。你老布。听我可。打你。AF 两千。滚呐！哎呦，我打输了。哎呦，送！哎呀，打输他。被打赢他了。被挡路了。恩叔，赢恩叔。旁边。哎呀，自焚！哎呀。哈哈哈！机车，因为完全成为另外一个战场。别想走，这游戏完全就已经变成另一回事了。快点，快马加鞭，快马加鞭 ！QQ 我在收头嘛，而且我在拼命杀人就好了。快马加鞭，不是，哎，不是，不是呀，哥哥，我有枪。谁拍进？看到了谁？有没有？疯掉了！哦，哎呦，车子飞起来，这样也中，太扯了吧！这是一个速度的象征啊！玩到后面火箭筒都出来了，火箭筒，看他玩那么大、啊，拜拜，老兵先走。哎呦，你被杀了，被杀了，没关系，有这么深仇大恨吗？我们现在已经第七名了啦 ，OK 的。还是没中到，撞啊！哎呦，哦，用龙的啦，掐掐啦，卖东楼啦，哇，火箭炮也中，太扯了啦！变砖，这游戏已经变成啊，夸张了，屁啦！想撞我？啊！想撞就要死！哦，秃头、欸！为什么？太扯了，肥皂哥啊！就可以好吃吗？没事。我去偷袭肥皂哥。哦，收到了。在哪？收到秃头。他应该在外围附近。哦 ，QK 好 ，QK 护驾 ，QK 护驾，要死过了，边家两个人要叫别，这要死吗？我连收三个头，哦，连家两个人叫要死，这样，哦，前面的怎样？各种乱射，来，你们是好吃的，爆炸！我好像开骑摩托车哦，感觉好爽，马场变战场。可是马场，那个你如果骑摩托车，你就很容易中枪啊！哦，对啊。快东西，赶快来投胎变好东西！哦 ，shit！ 谁啊？每次都是被偷打、啊。谁的车？哎，干屁啊！正面有火箭啊！我在站旁边的车没过正面，撞你，没撞成就死了。哦屁啊！二十圈好多啊！现在到第几圈啦、啊？我不知道啦，哎，我死了，啊！我不知道，我觉得开车根本就蠢蛋吧，一直被杀啊！真的很夸张哎 ，Q 飞病哦，杀死他就对了啦。我最准，开个 Q。Q， 你在赌重生点，你在赌重生点那边啊？那重生点随机的吧，没有那么那个吧。在那边拿火箭炮，真的很夸张哎！是谁？秃头就是你拿火箭炮，我是小强。你用火箭炮是拼命爆炸是怎样？哇！哎呦，在那边放，我操！这是大爆炸！哦呦，好想念他哦！不要想念我，我不想念你，我现在不想念你，一点都想念我没关系。有看到你的名字浮出来，不喜欢啊？
各种棒。哎、欸，肥皂哥直接拿那个隔音激光枪出来打哎、欸！羞蛤蟆啦！羞蛤蟆吧！看没那看太扯了！踩小钱，我现在在跑第八圈呢、欸。啊！想下车打我？开你的车吧！游戏超累，二十圈太久了，太惨了。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第六名了。给人家打的可能都是 A 吧。所以现在这个是在比赛，看谁能够跑完就赢了吗？太累了啦！这哪跑得完啊？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停火啦？就这个是一个，就是这是不可能闯啊！然后开车都不好意思。对。你觉得这还要开车吗？这不用开车了吧？开车都白痴啊！你把开车人都白痴了，你还扣？你在干什么啊？巧克力很故意耶，故意让我撞，走开啊！哇，超多人死在这边的啦！我就打在这里啊！我觉得我不想玩了，超累！我现在已经跑到第九圈了，快第十圈了。你们发现玩到后来杀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去旁边，我们去旁边。弄我连胜，弄我去哪里？弄我连胜，不要呀！我就被偷轰啦！不准下车！真的很烦哎、欸！弄我连胜，弄我连胜，弄我连胜！又轰！弄我连胜，弄我连胜！去哪里？没错，坏东西一定要下车，不下车！我不玩了，我不玩了，给你玩，给你玩，你慢慢玩哦。哎、欸，放弃了，你是我都给你杀。我要杀两万次。哎、欸，我给他聊一下。好了，我们赶快把九十转场结束了，不要再轰了，好不好？浪费我时间、啊。禁止开火，好吗？时间，好爽，好爽！都玩十五分钟还跑不完呢、欸。我以为你转错了。赶快把这游戏结束，因为对方拿火箭炮偷轰啊！火箭炮。时间嘛，没有人要认真打、啊。哇！刚才还有看有人没有呼叫空投补子弹是怎样？真的白痴啊！太夸张了。来啊来啊！吐槽。是我啦，是我啦。你炸？哎、欸，不是你炸的。是我。现在真希望看看有没有赶快把它完赛。很难哦，大家好像都在杀人，太长了啦！而且你那个地点就一直被埋伏，就很机车啊。有人就直接躲在上面。我已经没有要玩的意愿。现在已经就是算了，随便。根本浪费人家时间啊，玩屁啊！我看到有人直接就下车了。啊，也有看龙蝶啦。秃头也直接把车开到旁边，又是一枪就打死我。直接把我撞爆！以愤怒，我要下车杀人了。我就看我的队友去开走。被碾爆！当。要爆炸了！这游戏真的好累呀、啊，太累了，太那个了。哇！还有人骑摩托车直接轰我哎、欸！骑摩托车直接轰。哇！怎么会牛？哎呦！不要再擦啦！哇！打到几何型的，好难打、啊。会怕、啊？我好爆炸！第一名什么的都只是谎言而已，都是。哪有人？哪有人？四个轮胎都没有轮子还在开哦！拜托第一名赶快！哇！
赶快去玩上，泣不成声啊！游戏已经，这游戏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那个，就是标准说赢是什么，输是什么，我已经完全败了。拼命撞，这下车就被撞死啊！哎、欸，兄弟，哎，为什么你喷出来了？你要跟我一起挡在这里。为什么施主您喷出来了？一堆人都躲在旁边在说。哇！爆炸了，爆炸了！跑去中间，去不了。加油，加油！阿甘死掉。噔噔噔！哦，被碾了。这跟玩越南大战差不多。越南大战蛮屌的，也没有这么屌、啊。这跟越南大战差不多，我觉得。我抢不到摩托车啊！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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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感觉摩托车比较能够甩掉？对啊，摩托车比较快啊。机车，真的很机车哎、欸！给一台摩托车会死啊！我也在郊外过。终于找到一台摩托车。这里的话上，我连上摩托车都有问题啊！哦，太屌了。我在外面跑一跑也会被人家射死，我嗨啊！真的很机车，真的很机车，我怎么这样讲？哦，听也在杀人。上车，老兵，上车！我找摩托车，找摩托车，我找摩托车，车都可以穿过。嘣！好混乱啊！嘟嘟嘟嘟小兵也被人家碾破了。冲啊！手把，我手把快没电了。没有接着。玩到没电了。我整个人都已经没电了。我整个人快没电了。没了。去死吧你！快就没电。这样老坏不行哦。你知道我多没电了吗？这样你要吃 B 群补一下。整个人都没电，需要补补电量。我就知道，我们可以直接中离这场吗？我也想走。哎呦，我们选个点对点就好了，这好痛苦啊、喔哦！太累了吧，这个。各种在那边归点。吃到前面三四个怎么用？按什么键？按左类比 L 三。这还有几圈啊？知道你死一下就会知道还有没有要杀快跑哇我、哦、幸好要打想打我太难了啦青蛙过街这个玩完这个如果没有三万块我觉得根本就不划算啊应该是没有吧没事你在这边干嘛好加贺康哦是奇啊不是我杀的我是跟着后面有人说这样玩需要特别开赛事吗答案是不用但是至少对啊我就根本没有必要开赛事啊对啊至少 会有一圈一圈的跑啊有目标至少还有警察可以进来跟你大混战 啊你至少还有钱可以拿就不知道该怎么玩啊你就摆着给他那就好了好凶哦！哦，有尸体，发现尸体。哦，还有九圈，还有九圈。好遥远啊！下底圈，下底圈了、啊。我这边是还有九圈啊。那我们还有九圈。吃这个东西。兔头开的什么烂关卡？妈的！就是不下，开复仇啦！这是老皮选的，啊被老皮开什么烂关卡嘛的？哎呦，我快啦！都直接都挡在这里，快走快走！去哪里？不要撞啦！我是卡了，卡住了！哎、欸，巧克力，哎、啊，巧克力，我们可以在这里玩吧。
全部都被打爆，我没有被换打爆，我很难笑我心头之恨。机车，不要再开枪杀，还开枪撞我干嘛？还在撞我干嘛？自己只有模式，自己玩玩。好累哦，我不想玩了啦。好累啊，作业感超重哎。离开战区了，沿路冰冰给啊！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一直抱怨。哎呦，这比玩线上游戏练功还无聊。这跟练功打怪练功有什么差？请问？跟打怪练功一点干系都没有。一个在跑伤，然后另外一个在抢，另外一个在截标这样。对啊，就这样，然后就是杀一直杀，然后一个被阻，然后一个在继续跑这样子。那什么那个？超烦的。好啦，那我们先休息啦，好吧？那我们就是等到半夜，如果 OK 的话，我们再开。OK， 然后各位观众，那今天时光桥这边，明天晚上的，应该说明天凌晨的两点钟 ，H1D1 凌晨啊，早上啊，凌晨 H1D1 啊。好啦，那先这样喽，各位观众晚安。OK， 好，拜拜拜。各位观众，该离开了。怒跳了啦，累累的。可以加速吗？我很好奇这件事情，人类可以加速吗？人类可以加速，你们没有去看那个实况吗？就很像 Daddy 啊，很顺，还蛮顺的。人类可以加速，那我要跑过去吃看看。我跑过了，好像不行。